今日我游翻嚟，喺个巴士度偶遇一个荡失路嘅婆婆。我谂佢系，我怀疑佢喺老人院偷走咗出嚟。不过我又见到佢好精灵咁，佢识，我上巴士嘅时间咧，佢跟喺我后边排队嘅，跟住咧佢上到车。我有位坐，佢冇位坐，梗系一定系让俾啲老人家坐噶啦，唔使讲啦吓，个个都会咁样做嘅。跟住咧，佢仲好精灵咁样照顾我，佢话你扶住啊，惊我跌亲咁啊。跟住咧就后边嘅乘客落咗车，佢仲叫我坐，咁我就坐咗啦。坐咗咧，佢原本坐嗰個位咧，隔離係有其他人，即係因為兩個人個位啊嘛，佢就起身話要同我一齊坐。咁啊，覺得婆婆真係好精靈，要讚下佢嚇。咁佢同我一齊坐咧，又同我講佢第一年紀啦。啊，佢話佢想買一件我著嘅呢種冷衫，我今日日頭唔係著呢件嚟嘅。我想買一件我咁樣嘅冷衫，唔記得落車，咁我傾傾下咧，佢又講咗好多佢嘅嘢啦。我大概都知道佢要揾一間唔知咩仁愛中學，但係咧，我知道呢一帶係冇仁愛中學嘅。咁好啦，我就一路同佢去到，即係我自己落車嗰個站，我就話俾佢聽，前面冇站噶啦。你不如同我一齐落车啦，跟住我就好详细咁样问咗佢，佢话你带我去咩咩街市？我知道前面有个街市啊，咪带佢行咯，行咗一段路咧，佢话我认得呢个路口啦，就喺呢度啦。咁好啦，我就梗系唔放心啦，佢咁大年纪，就送佢过咗马路，到佢指住。佢話俾我聽，佢認得嗰個路口，我先至俾佢自己行。睇嚟佢又係識行，我真係認得嗰個路口喎。所以我係懷疑佢，因為嗰度有間老人院啊嘛，我懷疑老人院走咗出嚟。喺近呢廿年啊，包括香港、國內。中國內地，我係唔多敢去隨便去咁樣去幫一個即係素不相識嘅老人家，因為好驚嘅。而家呢個年代，而家呢個社會，好在今日唔係呢個婆婆真係揾唔到，即係唔識路啊！所以我都覺得好開心啊！我同佢傾偈，我亦都。呼籲下大家，下次遇到呢啲類似嘅事咧，都唔好怕咯，係伸出我哋嘅援手去幫助佢啊！就算佢就算係遇到啲類似碰瓷啊、老屈啦呢啲咁嘅嘢，相信呢個世界係有公義嘅，都唔好驚啦。係點啊？媽咪錄緊嘢，你轉頭同你講下。小朋友，OK， 我将今日我同婆婆倾偈嘅片段，放上 YouTube 同大家分享下。我好向往一个和谐嘅社会啦，人人有爱心啦，我亦都相信我哋香港人系全世界。最肯幫助人嘅，充滿愛心嘅人嚟嘅，嚇，呢樣嘢咧係唔會消失嘅，即使暫時我哋香港人呢段時間，大家都經歷咗一啲唔開心嘅嘢啦，但我依然堅信愛在人間，加油！好靚啊！就嚟過年啦，連啲樹都裝扮到咁靚，周圍都係。
家喺我隔篱呢个靓女，佢系101岁。你讲啊，你自己说，我给你拍下来。老的人都变了，人都样子变了呀，好漂亮，靓女。哦，我赞佢靓，眼睛也一个大一个小。婆婆话佢只眼一大一细，耳仔听唔到，但系佢101岁。我未带走出来你看，带走带大便身上了，我完全压不过这个，两边了，完全。我喺巴士度偶遇佢嘅，好开心啊！我觉得我好幸运啊！呢啲系寿星人岁嚟嘅，婆婆佢唔识听我哋讲嘅，但系佢讲嘅嘢我听得明。完全变了呀，你在照片那里变了，变成怪相说不出来。我的照片原来50几岁都是，我现在100多快200岁。哦，就来102岁了他。你一个人住啊？啊，你一个人住？有，现在只有一个儿子。哦，婆婆话他一个人住的。我的女儿去年才死。哦，你个女儿，你的女儿，她叫钟秀哦，你个女，她个女去年过咗身，现在只有狗。所以婆婆而家一个人住。等下你仲会你只。等下先，咩啊？好开心啊！好开心啊！咦，真好看，漂亮，漂亮的，好鬼相啊！猫真系鬼，我真系好开心。变啦！呢啲老人家佢好开朗嘅样子，真嗰度变。佢话年纪大咗，个样子就变咗。眼睛也是一个大小，啊，眼睛手啊，一个大小。佢话佢个手，唔系啊，婆婆对手好靓噶，也手也好勤，好漂亮。你在哪里住啊？我在上边住。开心。嗯，你好，你说嘛。你好，大家好。我给你排了。大家好。我都没走，走这里出来一个人了。婆婆话去 shopping 去买衫，头先佢唔记得落车。我这个仁爱中学的上一站。哦哦。代表仁爱中学。哪个地方没得那个人爱中学？因为来满了宝宝哈，我到青山了嘛，这里就是了。啊，我到青山了。你等下，我关掉这个手机，我哋要讲拜拜了，好开心。咁原来婆婆真系当失路啊！我带咗佢落车，望住佢。他又不懂说，他说认得这个路口，那我就放心了，给他自己走了。他真的很厉害啊。